그치만 나에겐 흉터로 남은 네 마지막 한 마지막 말 마지못한 마지막 표정 애써 미소 짓지마 마지막까지도 이기적이야 내가 좋던 말던 상관없이 넌 걸어갔고 남이 됐지 베개의 얼굴을 파묻고 떠올린 그때 기억은 날 파먹고 눈물로 백 날 씻어봐야 이 흉터는 다시 사라지지 않아 왜 이런 건 병으로 치지 않아 또 혼자서 상처를 끌어안아 아마 너도 똑같이 아파봐야 이해라도 하는 척 나와 반대로 고개를 끄덕이겠지만 소용없어 지금 넌 어딨지 혼자 걷는 이 밤에 나랑 꽂힌 저 문에 너라는 흉터는 아물지 않더라 나를 구해줘요 애니발에 아파 보이질 않아 이리저리 부딪혀 天气呢，终于入秋了。杭州呢，每年大概我过完生日之后，就开始慢慢转凉了。秋天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，真的有很多很多好看的衣服可以穿，就不会像冬天那么臃肿，也不会像夏天需要露很多地方要减肥干嘛的。所以每次到换季的时候，就大出去各种买新衣。那在秋天穿搭里面呢，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单品呢就是西装，真的是女装大佬控。我累积下来这么多西装里面呢，我挑了三件，这样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是怎么循环去使用它，然后不让人觉得你这件衣服穿了很多天的感觉。西装的搭配大法，好，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香港黑色的西装，这件西装我真的超爱，所以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。因为质地跟面料不同，其实黑色也有各种各样的黑色。西装的剪裁和版型也非常重要，基本上 Zara 里面所有的西装我都试了一遍。那黑色西装里面呢，我觉得这一件的版型是最优秀的。首先第一个，它是有这个垫肩设计的。我为什么那么爱穿西装呢？是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看上去肉肉的，但其实骨架子很小的，就我的肩膀其实是没有很宽的，所以西装的这个版型可以很好的修饰我的肩线，所以我买西装的话一定会买有垫肩的款，而且有垫肩的款会显脸小。就是我穿给大家看一下，穿上之后有没有感觉就是整个人帅了一个度。有了垫肩呢，这一块地方就因为它是身材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嘛，就如果你这个时候穿一件收腰的或者收腿的裤子的话，就会显得整个人是倒 A 的一个形状，就会显得身材很好。像这种比较休闲的西装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它从背后看一定要是直的，不要有收腰的这种版型。就收腰的版型的话，就是可能工作场合才会穿得到，那收腰的那种一般都会比较偏短一些。如果是比较长的西装的话，再收腰会显得你整个人很短，扩开来的一个版型，然后里面穿一条紧身裤，这样子的搭配是比较 OK 的。像西装外套这种东西啊，还是非常适合去店里面自己去挑选，就自己去试穿一下，看看那个版型适不适合你的身形，因为网上买真的不太靠谱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件黑色西装里面是怎么搭配的。那像黑色这种颜色本来就是大块的比较压抑的颜色呢，我里面就会配那种有 slogan 的 T-shirt 或者比较可爱的图案的 T-shirt， 就比如说我最近买了这件断头熊。那上一个黑色西装的搭配原则呢，就是不要超过三个颜色以上，除非你要混搭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像这种廓形的西装，下面最好是配直筒的牛仔裤或者是收脚的牛仔裤，就尽量不要搭阔腿裤啦，因为从背后看的话，整个人就是一个太直了，对对对，就下面的话很适合就是两条小鸟腿。那鞋子的话呢，我会比较喜欢搭这种类型的球鞋，小黑鞋、小白鞋都可以，或者是那种特别亮色系的球鞋也是可以的。好，那第二种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穿搭的方式呢，是里面穿卫衣，重点是卫衣一定要戴帽子的那种，从背后看着你的帽子放在那个西装外面啊，就是还挺可爱的那种感觉。卫衣呢就尽量挑选这种只有 slogan 的或者是纯色系的那种卫衣会比较好看。那下面的话呢，我依旧还是会搭紧身裤加球鞋。好，那黑色西装呢，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种类型的穿搭，可以把它当正装穿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 casual 的外套穿。因为黑色西装它的色彩什么的都比较弱了，所以它的版型就更加重要。那这一件的版型真的非常非常推荐，大家可以去店里面试试看。好，讲完黑色西装呢，我们来讲这一件。那这件西装呢，跟刚才那件黑色的西装版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这件的垫肩呢，它是只垫到这个地方，袖子这一块是没有垫肩的，它就不会显得人很壮，
就不会显得这个地方是一个直角的感觉。里面衣服不知道搭不搭。这件西装穿上去就感觉没有刚才那件黑色西装肩膀那么宽，因为它垫肩是只有在这一块，就是让你的肩膀看起来是比较平的，所以它的版型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比较文气的那一种。而且这一件的面料跟厚度呢都没有刚才那件那么厚，还是非常适合九月到十月这个季节穿的。那我选这个西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颜色，皮肤白的女生穿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显白。那这件西装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穿上这件衣服你就立马瘦五斤，就穿上这件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哎呦自己身上都没肉了。第一种我穿的比较多的方式呢，就是里面搭低领的白色的背心。西装呢是从脖子到这边都是有线条的嘛，如果你里面穿低领的衣服的话，你就会显得你整个脖子在视觉效果上被拉长很多。那白色背心的话呢，最好选这种真丝的或者是绸质的，材质好的话呢看起来会比较有高级感。那因为上衣都是已经比较素的颜色了，所以下面呢我一定会配一条比较特殊一点的材质或者是条纹的裤子。条纹的颜色呢最好也是跟西装还有里面的白背心是同一个色调的，就是饱和度不要太高的。这条格纹的裤子我也是最近在 Zara 买的，非常非常喜欢，就除了它的腰稍微对我来说大了一点点以外，这条裤子的版型跟剪裁夸爆它，看起来非常的瘦。裤子的面料呢也是那种薄薄的，穿起来完全没有负担。隔壁好像有人在敲架子鼓，好吧，不管它。那第二套呢，如果想要不一样的风格的话呢，我会比较喜欢搭裙子。连衣裙的话呢，其实什么款式都可以，吊带的也好，长袖的也好，只要是连衣裙领子这个部分的设计不要太复杂，都是可以搭配的。上面的花纹跟图案也是有一点点那种蓝紫色的，跟这件西装还是蛮搭的。一般这种吊带啊，或者是这种可能开口比较大的连衣裙，其实是不是很少有机会单穿它？像这种季节，如果外面搭一件小西装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你要 man 平衡。反正呢，我就是那种不能完全淑女，就一定要有那么一丢丢酷酷的元素，这样感觉就穿搭才是完整的，到达一个中性的平衡点真难搞。那刚才讲的那两件呢都是纯色西装嘛，但是大家好像对这种条纹的西装也是蛮感兴趣，对不对？第三件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一件，应该是我最贵的一件西装吧，三折的这一件给大家看哦，看到吗？这里也起球了。这件西装我大概买的时候是6000多港币吧，还是打了7折还是8折的时候买的。这袖子怎么会起球起成这个样子啊，真的是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打理它。虽然这件西装很贵，但是我真的使用率跟穿着率是非常非常高的，真的不比那些包包的使用率低，真的是什么场合你都能穿它。第一个吸引我的点就是这件西装的颜色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卡其色，上面是那种淡淡的蓝色的条纹，跟里面的内衬是一样的颜色。这个内衬的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，是那种天蓝色的，没看到这种颜色我心情就会非常的好。最重要它内衬啊，一直到袖口这边都是有这种天蓝色内衬的，所以这件衣服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袖口这边翻出来一点点，就会非常的好看。这个垫肩呢非常长，一直垫到就肩膀出来一点点的位置，跟刚才那件黑色的西装有点像，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 casual 的款，不会让人显得很魁的那一种。它的材质其实是挺厚的，所以非常的硬挺，就是你怎么去熬它都不会变形。它整一个剪裁就两个字形容，就是利落，而且它版型的稍微有一点点收腰，视觉效果上会把你的腰线拉高一点点，显得你腿更长，所以这件版型呢真的是挑不出毛病。我是知道只有这个价格才能做到这样的剪裁，但是为什么不能选一个不要起球的材质？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就是毛球能不能用那个起球机给它刮掉的，我很怕把那个表面给弄花了，做人好难。那像这样的条纹的西装或者是有重点色的西装，我里面会搭比较接近上面这个线条的这种颜色。我比较常搭呢就是这一件，是我那时候在韩国 Stylenanda 买的一个打底衫，就看到这种颜色就毫无抵抗力。其实你可以大胆一点挑一些比较跳的颜色，让这个衣服的剪裁或者是设计更加出跳点，就是让人看起来是一个还蛮会穿搭的人哦。不错哦。像如果是这样搭的话呢，我下面就会配简单的牛仔裤。其实呢也可以选那种就有 slogan 的，比如说这一件，这应该是一个法语吧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只要不是骂人的就行。这个深蓝色跟我这个天蓝色还挺搭的，我经常都会去找这种类型的 T 恤。那下面的话呢，我一般会搭一条白色的牛仔裤，会显得整体的颜色更加干净利落一点，然后再配一双蓝色的高跟鞋，整一个 look 就会很干净，然后比较高级。好，这些呢就是我所有的西装穿搭小技巧。像一般好的不会过时的版型的西装，真的可以穿10年以上。西装这个东西一直都是流行的，从90年代到现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单品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投资的。好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